这块大年。的一名一剧演员，我叫欧莫尤诺。你是彝族？彝族是？你唱的是一个藏族歌，对呀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选这歌啊？我觉得最近我的生活都比较死气沉沉的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刚好可以愉快点、开心一点。你最近有点低谷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多唱唱阳光的歌，多看看阳光的人啊，像我这种。你是在什么一个地方长大的？我是在楚雄的永仁县永兴乡，那里出生的。然后小的时候家庭条件挺困难的，那后来呢也是云南省团委搞的希望工程手拉手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就受到云南省财政厅一个叫杨正良这样的一个叔叔的救助，就顺利的上学了。是这样上了小学，上了中学，一直的走到中学、中专。中专快完了时候呢，父母又让我回去完婚，因为小的时候定了一个娃娃亲嘛。哇哦，那你就听从了吗？我没有，我还想唱歌，那个时候总还想上学，就不想这样回去了嘛。就在我的坚持下吧，利用那个回家去实习的那段时间，偷偷的和别人借了500块钱去参加复习高考这样子的。家里面父母是一分钱不给我，经济封锁。逼你回去结婚是吧？用这样的方式逼你回去。对。哎、但是还是有人帮忙嘛，所以就借到钱，也就顺利的开始参加高考，参加高考。顺利的到大学。那大学的学费上艺术嘛，也是挺贵的，对。然后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因为交不起学费，面临着拿不到毕业证。这个时候呢，也是深圳招商银行的一位叫杨宗建叔叔这样的一个人，对我呢绝对救助，把我的学费、生活费、医药费全部给交了，我也才顺利的拿到了毕业证。一个乡村里的女孩真的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你听到她每一步都有贵人相助，对，而且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，也许帮助过她的人都可能不光帮助你一个哈，因为这种手拉手、心连心或者一对一的帮扶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公益慈善项目，可能你甚至是其中的一个孩子，但是你看，因为他们的帮扶。真的是改变了你的命运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，特别幸运。每次到绝境的时候，总会有人来帮我一把。这之前，我都是勇往直前，一点都不累。但今年，我觉得我确实真的有一些累。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，我婶娘走了，然后接着去年的10月份、11月、12月。我的大姐、我的爸爸还有我的二大爹都相继的走了，然后真的感觉有些害怕和有些累，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呢，我也还想把那首《不要怕》唱给已经走了的亲人们。自夸自愈都会好起来的，在亲人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，定要好好珍惜彼此的缘分，尽到自己最大的心力，这样我们在亲人离开的时候也会格外的安心。好的，今天说点开心的事吧，报一张怎样的账单？在去年
我也变卖自己的专辑《阿姆尼兹》，为我的母校，小学的母校，弄了一套音响设备，贴了8000块钱。我今天呢就来报这8000块钱吧。好的，那把舞台交给你，60秒，加油，加油。60秒倒计时，准备，3、2。8000元的公益基金，公益基金。好的，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，就会获得由食品用雕牌洗洁精所提供的幸福基金，万一遗憾失败，也可以获得由食品用雕牌洗洁精所提供的幸福大礼包。好的，因为你是满分，所以有项特殊的权利，有请幸福助力团。团五位姐妹，请选择其中的一位陪你一起过关。啊，这位啊。好的，来彼此认识一下。你好，请摘下面具。来彼此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周叶，你可以叫我叶子。由叶子陪你过关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来，两位请步入挑战区。加油，二位！来自彝族的欧姆优诺将要接受挑战了。那同时有我们幸福助力团的叶子在帮他一起闯关，不要怕，来吧！3、2、1，挑战开始。来，第二次挑战开始。哇，漂亮！第二关，跑得很轻盈。来吧，第三关。现在隐约可能已经感受到了成功的那种气息在向着叶子扑面而来，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我们的旋转的半圆形的障碍。对，慢慢带着它过去，它会旋转着带着你冲向成功的彼岸。加油，来吧，按一下确认按钮。
子。那由叶子的帮忙，你获得了一个可能让自己账单翻倍的机会。在这之前重复一下账单是什么。是给母校买音响凑上的8000块钱。8000元的公益基金。要不要和叶子来商量一下，就是到底你选择让这8000元的账单现在就确认，还是挑战一下翻倍？告诉我，您是现在确认还是参加挑战？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还是见好就收吧。见好就收，现在确认。那在这宣布8000元的公益基金账单成功确认。谢谢。来吧，一块喊出节目的口号吧！幸福账单，为你买单。